这是我翻的。哦，开拖拉机翻的。哇，好厉害。非常的厉害。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持续热播中。众所周知，张艺兴是蘑菇屋家族中考驾照的第一人。对于这个成就，艺兴要多自豪有多自豪，连杨子登场后都忍不住提起这件事。姐姐来到蘑菇屋后，与张艺兴、何炅等人进行种树任务。由于要开发二号地，所以何炅表示今天只要种一棵树就好了。然而张艺兴的反射弧有点长，何炅解释几遍他都听不懂为什么只种一棵树。不得不说，小绵羊也太呆萌了吧。随后张艺兴在种树前向杨子炫耀道，看到旁边的地没有，那都是我用拖拉机翻的，厉不厉害。说罢张艺兴表情无比期待，仿佛在说快夸夸我呀。此时杨子使出哄小孩大法，用敷衍的语气哦了一声，表示好厉害哦，看来他完全是把张艺兴当弟弟看待了呀。从两人的尬聊中可以看出，有关他们谈恋爱的消息完全是造谣的，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怎么看呢？